大家好，我是 Tom，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《我是收集狂》。接下来由248号给博瑞，来自桃园市，音乐请开始。好，谢谢248号，有请268，音乐请开始。再一个，好，请问你叫林博瑞是吗？对。刚才你在台上表现如何？蛮好的，比我上次好多了。你说还好，这次会拿到很好的成绩哦。赢我自己就好了。怎么会喜欢健身？怎么会喜欢健身？好看。你觉得很好看就是。好看，好看。那你自己觉得刚才你的表现会拿到第几名？谦虚点吧，全部都最后。最后。对对，谦虚点，谦虚点。所以你不觉得你会拿到第一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谦虚是美德。想认识更多更好看的健美天才吗？请搜索我的粉专与频道哦。